我是陆家的书童，就算我偷鸡摸狗被你抓到，你不告诉我家主人，擅自私刑就要了我的命，我家主人是什么性子，他是何等人也，他怎会与你善罢甘休？而且光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是在陆家里把我掳走的了？什么东西？ 该我值夜，按理来说，我现在应该已经找管家报告交差了。他现在多半在到处找我。你现在杀了我，在该去陆家销毁证据已然来不及了。找我？你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打我！打我！ 职业用的灯笼还在花园的太湖石边上呢。你想啊，陆宅的人找我没找到，却发现我职业用的灯笼倒在那儿，他们会作何猜想？就算我是出去行窃，又为什么要把灯笼扔在那儿？而我又恰好死在你的手上。 你说，你是在哪儿抓到的我？还有，昨夜老爷喝醉了酒，四娘夜宿在那儿，我在他门外失踪。 他若说连半点动静都没听见，岂能不让人起疑？不会想把他也连累进来？你个刁物，不许去的！老顾总，你又何必要杀我？我都说了我会帮你跟四娘。起来。 听听，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？我的手都木了，能先帮我解开吗？嗯。